嗨，你好，欢迎来到周府。哇，你的新家 very cool。我家的每一个角落都很酷，多亏呢我有 Mitsubishi Electric Star Max 冷气。哎 ，sorry， 忘了问你，你要喝什么？我拿给你。来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哦。哎，你在家平时做些什么啊？在家里啊，有空的话呢，会约一两个朋友呢来煮煮喝喝。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吗？有。我呢是一个不喜欢细菌的人，那么喜欢我的衣服呢洗到很干净，所以我几乎每一天呢、都在洗衣服，而且我喜欢我的毛巾呢干干，然后有一阵清香的味道，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个 Electrolux 的洗衣机。哎，这台洗衣机真的很厉害哦，它附有这个 Smart App， 所以即便呢我在外头呢，只要拿出我的手机按一下呢，它就自动帮我洗衣了。所以回来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个洗好的衣服呢放进了这个 Electrolux 的烘干机，然后帮我烘干，非常的方便。哇，这种生活方式会不会耗掉很多电呢？我们进去再说吧。我在选择家电的时候呢，都会选择三个勾或以上的产品。为什么？像我的这个 Electrolux 的洗衣机呢，它有四个勾 ；Electrolux 的这个烘干机呢，有五个勾；还有我 Mitsubishi Electric Star Max 的冷气机呢，有五个勾。你不要小看这些勾哦，因为呢，每个月呢，可以帮我省下好多的水电费。哦，好介绍，还有什么你想分享的吗？有啊，如果呢你要买冷气机的话呢，记得要选择丰城 Gain City， 因为他们是新加坡呢最大的冷气零售商。那在丰城 Gain City 呢，可以买到呢家用电器和最新的 IT 产品，还可以买到床褥还有家具，而且呢是全岛呢最低价格，是新加坡人呢最信赖的本地品牌。哇，丰城 Gain City 真的有这么好吗？真的，没有骗你，我最喜欢他们的这个服务还有价格了。谢谢你的好介绍。不客气，有空再来哦，拜拜。